花莲伫四月初发生大地震，即山区的土沙石头拢崩崩落来。最近阁连续几日降上大雨，即溪水是落甲净水场供线拢塌掉咧，就要等到即土沙沉底才有法度送水，所以即自来水是无法度正常出水的。地势有两万多户是减压供水，甚至是停水，实在真无方便。这是专门供应花莲北区用水的沙埔洞净水场。那落大雨，山区土梅沟啊水规个冲落来，变两千多度的落水，和净水场的水规个拢落去。这种的水呢流出去，供一定会塌去，都要听候洗清了后才会当供水。强降雨之后，原来整个沙埔洞溪大概在二至三个小时之后会恢复，但是我们这四次的观察也发现说，一次比一次恢复的时间更长的现象，而且一次比一次水更浊的现象。台水公司讲，为四月初三地震了后，这种的情形越来越严重，甚至有当时啊，都要等一两天才有法度供水，影响北区差不多两万多户民生用水，用户爱心分区降压，甚至停水。它主要是大部分的吉安以及花莲，平时它的一个出水量，以往是在4万到5万的出水量，那现在因为04、03以后，那我们出水量大概已经减少一半。地方烦恼停水恐惊变成诉讼，要安怎开发水源是重要课题。可以看到其他县市也在做地下的一个地下水井的抽取，来做相关紧急战备使用，而非经常性使用的一个状况，那也许它就可以帮助花莲来做相关应急的一个解套。台水目前敢若会当先伫受影响的乡镇设13个临时供水站，按过开发清水井，恐惊还会面临部分民众反对的声音，也需要甲地方召开说明会甲协调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